我比较怕打嗝。怕什么？我比较怕打嗝。OK OK OK OK, okay.。对，这个也是有些人可能会顾忌的。他获得了四万球保送，走了。这个球捕手接球之后传过去，哎呦，传歪了，传到了中外野。不过很快的，二垒手跟中外野都过去补位。这一棒拉回来，一二垒直接一的手把球给拦到，传给投手拼速度 ，safe。其实真的是还有机会，林义泉挡得非常的不错了。是，对了哦，来到这千青木棒球走了。这个球是坏球，那一垒上跑者呢，利用这个机会上到二垒了。对，没错。哎呀，哇，这个爆头，哇，麻烦大了。现在三垒上的跑者回到本垒得分了。这个球看起来跟这个捕手的暗号好像有一点点落差哦。那这个 miss， 这个爆头也让三垒上的跑者黄敏扬呢是回到本垒得分。那二垒上的叶宝弟呢，则是上到了三垒。这就要让，捕手这边哦，回头来看看昨天林黛安是怎么挡这种挖地瓜的这种球路啊，哇，单指曲球，那身体横移，哇，结果打到肩膀。对，看起来也试图去挡了，但是球的轨迹跟落向似乎跟他预期的有很大落差。